一次拉领导五个的局，我真服了。这把给到的身份是前行狼，我当前行狼，必定杀人于无形之中。我要躲在他们后面，然后乘其不备。不爱。我们现在 CD 还没好要隐忍，这三号跟着我不会是独行侠吧？那我得吸引他过来。来人了，应该刚刚没看见我，我直接隐身刀一手，砍刀。哎呀，怎么进不去？这下应该没人发现我。这么巧，这一号是搬运工，好险，还好没被发现。Hello? 怎么就来人了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看一下。这个八号一个人在这待会给你刀了，咋还在地上打滚呢？正好 CD 好了，受死吧！害怕了，没有你完蛋了。砍刀，没人看见，无敌。我去当刀瘦子了。这，我在门廊看见了这个八号，然后就拉铃了。你什么拉铃呀？这八号说他是瘦子啊，票八不是票五。搞他在那里做任务，直接票五。对呀，这八号一开始的，他在那边假装做任务。我问他这把什么身份，他跟我说有事。这下完了，不过我还有队友，反正我已经刀了两个。这老师，我还要冤枉这个一号，一号都在门口啊。我去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十号狼兄不得行啊，沉不住气的，沉不住气的。看来中立都在弃票保我，看你们怎么投我。这十号刺客狼，刺客狼。是吗？我我麻拉着队友。